小威穿黑豹装轻松击败王强，这身比赛服曾被禁。当然，这个结果也是大家预料到的。王强和小威的实力差距过大，小威的大力发球今天发挥的实在是太好了。其实小威自从复出以来就经常穿这种紧身的比赛服，有时候甚至是黑色的长衣长袖，显得非常的另类。有球迷把这身队服称为黑豹装。不过法国网球联合会主席 Bernard G.U. de Sala 却不喜欢小威的黑豹装，他去年曾经明确地表示，法国网球公开赛将禁止选手身穿小威这样的招装，如果小威想参加法网，必须遵守法网的规则。所以小威的这身特殊比赛服应该被我们理解，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，法网不应该禁止他这样穿。